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在正值欧洲杯热播之际，咱来说说火炬传递吧。火炬传递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大事儿，咱先来一起瞅瞅下面这几组图片，看看千姿百态的火炬手，瞅瞅人家都是怎么传递的。这玩意儿好吃吗？那么大火苗子不烫啊？你看人家都不用自己跑也能传递，名人呢，其实都是明白的人。这姿势多难呢，快大家给鼓鼓掌吧。都这样了还能传呢，哭啊。行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咱们下回再看。